NHANES 是什么？欢迎参加 NHANES。NHANES 是全国健康与营养体检调查的简称，是我们国家最成功且持续最久的健康调查之一。如果您是符合条件的参加者，您将免费接受健康检查，并获得检查结果，同时帮助研究人员了解美国人的健康问题。为何选中我？您可能想知道为什么选中您。我们根据美国人口普查的资料，经由统计程式随机选中您。身为被选中的参加者，您代表最多达65000名与您相似的人。我们的调查不接受志愿者，您的资讯对调查很重要，没有人能够替代您。参加有什么好处？让我们谈谈您参加调查的好处。您将得到免费的健康检查和检查结果。我们将根据您的年龄、性别和目前的医疗状况对您做特定的检查。比起例行的医生就诊，检查结果也许会提供您更详细的整体健康状况，您也会因花时间参加而获得补偿。我要如何参与调查？这里将说明您要如何参与调查。如果您的家庭被选中参加调查，会有一名访谈员亲自与您联络，访谈员将确定您的资格。如果您符合条件，访谈员将在您的家中询问有关您健康状况，然后将为您安排到我们的巡回检查中心进行一次健康检查的时间。我的资讯是否保密？ NHANES 保证您的隐私受到保护。透过家庭访谈和体检获得的所有资讯都会得到保密。未经您的许可，我们绝不会泄露能识别您或您家庭身份的任何资讯。我的资料将如何使用？ NHANES 资料用于许多重要的国家健康项目，例如您可能很熟悉医生诊所中用来监测孩子身高和体重的儿童生长曲线图。 NHANES 资料也经常被用来确定全国健康趋势，这包括对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的追踪。如果您对我们的调查有问题或希望获得更多的资讯，请拨打您的通知书上所列的免费电话，电话号码是1-800-452-6115。我们的办公时间是东部时间周一至周五上午8:30到下午6:00。